迎收看这一期的生活向导节目，我是千瑞。今天我们又来到了 Sara Monti Subaru 车行，来带大家一起试驾体验一下2023年的 Subaru Solterra 这款电车。这款车是 Subaru 的唯一的一款，也是第一款的纯电动车。2023年的 Solterra 也是 Subaru 家族的一员呢、所以它在安全性方面和可靠性方面都是继承了 Subaru 家族的优秀基因。2023 Solterra 采用标准的 iSight 驾驶员辅助技术，可监控交通流量，优化巡航控制，并在您的车道外摇摆时发出警告。预碰撞系统可以施加全部的制动力，并在紧急情况下让您完全停下来。动态雷达巡航控制和车道追踪辅助可以通过帮助转向、制动和油门控制来减轻驾驶压力，无论是在日常交通中还是在长途的旅行中。全景监视器是一个可用的360度的环视摄像头系统，可以清晰地显示您的 Solterra 周围的物体，从而在停车和倒车时提供增强的意识和安全性。全方位感知技术，2023 Solterra 具有一套全面的主动安全功能，可以在每次驾驶时帮助你和保护您。盲点监视器，如果系统在您的盲点处感应到车辆，系统会在每侧后视镜上使用视觉警示器警告您。后方交叉路口警报，有助于您在倒车时提醒您注意从侧面驶来的车辆。借助驻车辅助制动器， Solterra 甚至可以自行停下来帮助您避开身后的物体。安全出口辅助是 Solterra 上的一项全新的标准安全技术，如果它在您开门之前检测到附近的车辆或移动的物体，它将会发出蜂鸣声并显示一条信息。我现在坐在驾驶员的位置啊，这块的空间是非常的大，而且座椅很舒服，它的座椅的包裹性啊非常的好，所以就不会晃动，而且呢它的显示器非常的大，看着呢也非常的舒服，而且是触控式的啊，很亮，而且它的所有的按钮非常清晰的明确摆在你的面前，所以一点不会有疑惑。最重要的是它还有个无线充电，哎，可以把手机放在这里充上电了，而且不用的时候可以把它合上，用的时候打开，非常的棒啊。下面我们就去试驾一下吧。这款车呢开着是非常的安静，静静的一点声音都听不到，这是电车都是具备这个功能啊。那这个车的越野性呢跟之前的 Subaru 的车呢是一样的，是非常有越野感的，达到一个 SUV 的一个标准哈。然后开起来的，因为它非常的安静嘛，而且它加速很快，你看轻轻松松的就把速度加上来了，而且呢它的驾驶体验这个越野性啊跟其他 SUV 跟其他 Subaru 的 SUV 都是一样的，越野感十足。最重要的就是它跟其他 Subaru 的一个很大的区别，就是它的科技感，它这个科技感非常的强啊。这个12.3英寸的触摸的显示器，还有前面还有个小的显示器，双显示屏非常的舒服，而且非常的安静，这个是你在其他 Subaru 车的是体验不到的。它加速很快而且很流畅。这款车呢还配备了智能助手这个功能，比如说我就说 Hey Subaru What do you want to do?这样我的手就可以放在方向盘上面了，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让我的驾驶变得更安全更舒服。我现在在这个车的后排座上啊，它的空间真的是够大，你看我的腿部空间非常的宽，非常的大，腿都可以伸直，很舒服。而且最重要的是它的地垫是平的，所以腿放下来是很舒服的，所以这样足够大的空间坐起来啊，不管是乘客也好家人也好，坐起来会非常舒服。这款车有足够的载货空间，而且装卸非常的方便，你可以带足够多的设备啊、所需物品啊出去露营啊、登山啊、出去旅行啊，都是非常的方便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，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有关 Subaru 的其他车款，欢迎来到 Sara Monti Subaru 车行，这里的销售将竭诚为您服务，这里也有收旧车的服务，所以感兴趣的朋友也欢迎到这里来咨询。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看，下次节目再见。